万金桥已经对你起怀。小蛋，明明还有温度啊，变哪可能人已经往生去啊？伊趁这个时阵啊，走去罗家峰的疗养院去调查啦。我唔知想怎，我都感觉心足疼，足惊遐。那是宋经理。啊，真正是家峰，伊竟然用这款步数，甲人耍爽。刚刚就正亲像是我所讲的，有两个家峰。喂，女士，我人都明明在吃，乡人会感觉你目睭看我，不过头壳你想歪啦。三立台湾台天道。